老人家，你在这干嘛？检查呀。哦，您多大年纪了？您多大年纪了？你懂天道啊？天道啊？听得到吧？哦，你几大了？几多岁了？当你老了，看这奶奶这个鞋怎么都是不是同一双鞋来的？谁？我拿双鞋给你好不好？当你老了，你要搞这个财啊？走不动了。来，我帮你。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你住在哪里啊？住在哪里？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？老人听不懂。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。这个鞋给你好不好？啊？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皱纹。送双鞋给你。啊，当你老了，这个，这100块钱我送给你。啊，买东西吃好不好？啊，灯火啊，爸。拿两万五，你的消息。这就这个送给你。啊，现在带酸的好不好？这是莲藕粉。哇，那这里还有个杯子啊，这个杯子也是新的。我帮你绑起来，好不好？绑起来。你住在哪里啊？当你老了，头发白，这个是你媳妇是吧？这个奶奶是你谁呀？奶奶啊，她在这里哦。她在这里啊。我刚才在那里看到她在剪裁。你看你在那里剪裁哦。妈妈剪裁。我刚才把那个裁拿回来了。啊，然后送了这两个。多少人曾爱这个是莲藕粉。啊，这个是莲藕粉。然后可以用那个开水泡来吃的。送给他的。然后我看他那个鞋，这是同编的，这个鞋是给他的。有一个人还爱。啊，拿好啊，老人家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而且吃饭了。哦，不在这里吃饭了。啊。我给他100块钱给他买点东西吃。谢谢。啊，不谢不谢。走了啊。哎走。啊，哎走。保重身体啊。好，再见。你好，再见嘛。好好好，不做了，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一啊，78了，出来结交有缘人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有点来呀。老板，没带钱啊？我没带钱啊？嗯，没带钱就唔要啦。借1蚊金买包食。啊，妈。啊，阿杨哥。咩啊？
可唔可以借一蚊鸡俾我？可以。咁你要咩啊？要做咩啊？我买包啊。买包啊？你买包有冇人先唔够食啊？唔食啊。俾两蚊啊？俾两蚊啊？啊。哎呀。都唔够食嘅。哦。多谢啊。啊。啊。老人家，可唔可以借一蚊鸡俾我？大爷都冇买啊。谁在追寻？时候轻轻陪着你，好难买哦，好难买哦，好买，我再叫人给我来哦，就那个是你的，要不得，刚刚拿着钱过来了，我在了，就那个买给我，我买给你啊，你点解咁好嘅？唔识我啊，借两蚊鸡俾我。系啊系啊，系啊，冇所谓嘅，一蚊买人钱冇所谓。冇所谓啊，你真系好严咯。两蚊钱有啲薄，一蚊唔薄。啊，多谢你啊。哎呀，你今年几多岁啦？七十五啦。七十五岁啊？系啊。哎呀，身体好啊。哎，七斤啊？七斤七斤啊？啊，七蚊鸡。几点钟出来噶？我来呢度，六点钟就来咗啦，好早啊！系啊，好早嘅，天光啊！我翻一分翻两四蚊鸡，啊四蚊鸡，十一蚊鸡，两个。哎呀，哎呀，嗱你两蚊鸡还翻俾你，你走去买嘢食。有，有钱攞钱过来，攞咗钱过来啦。两蚊，哎，九蚊鸡，九蚊鸡唔使补啦。小姐，你老人家，你啊，攞钱好难揾嘅，大家攞钱揾住。攞钱，攞钱，攞钱，你攞钱，攞钱，攞钱。你好人咧，在送张钱的咧。哎呦，拿一个，用那个，攞住，用那个，用那个，攞住，用那个，用。送俾你嘅，呢个系莲藕粉，送俾你嘅，送俾你老人家嘅。莲藕粉啊，呢个莲藕粉，送俾你两倍啊。哎呀，呢个两倍我，哎呀，多谢你啊，哎呀，哎，你咁多做乜嘢啊？好人一生平安啊，到啦。来来来，拿着拿着，没事的，你卡上给谁啊？当时一个好人，哎，哈哈哈哈哈。多谢多谢啊，当时一个好人，哎，哈哈。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。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。可以去把这两万家，你们做我的主持人啊，所有的付出只